Let's proceed. David， 我哋嘅人生梦情况点？三个人死亡，三个垂危，两个脱离危险期，三个情况欠佳，其余七个留院。Fuck 你笨大陆路，究竟想点？我已控告你哋谋杀罪名，拉晒你哋去赤柱。九七以前香港总系我哋管嘅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，咁样仲系破坏中英联合声明，毒嘢同英国首相说晒。你老母你哋班简直系野蛮人 ，barbarian fuck！ 哎呀，陈同志啊，你答句。李同志，你讲嘢比较有力啲，都系由你发言。干你娘啊！要不是你们纵容声援会的那帮人把香港搞成反革命的基地，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啦！啊，还有，你们完全不尊重中国的立场，干涉了中国的内政，我警告你。所有的后果由你们负责。我告诉你，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，不像你们这些英国人白皮猪搞阴谋搞小动作，你们是坏分子伪君子帝国主义者，你们是猪，是纸老虎，是 paper tiger。 还有什么补充的啊？总有乜嘢补充啊？有 fuck you English。你哋呢啲屠杀平民嘅刽子手懦夫 ，murderer！ Hello， Your Excellency。Yes， sir。Yes， sir。最高层决定为咗避免进一步打击香港人嘅信心同社会安定繁荣，决定要掩饰呢件事。至于被捕嘅中方特务，包括你在内，马上驱逐出境。我同埋我三个部下喺外交部派住尼加拉瓜嘅外交人员，有外交豁免权。你哋唔可以咁对我哋，我哋三个人喺一个月之内会自动离境。我要你保证喺呢段时间内唔会再搞事。我以国家的信誉保证。乜？你哋国家仲有信誉？抗议！你咁讲系侮辱我嘅国家。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你哋唔好再嘈。而家最紧要系向外界交代呢单嘢咁大镬，俾啲新闻记者追到晕啊！我哋可以话大圈帮大火拼，俾警方围剿，以致爆发血战。我都系咁谂。这个就叫做英雄所见全同啊，是吧？兄妹，边个同你哋笑啊？